好了，咱们来看小孩对战成龙啊，一批成龙，二批是小孩。第一轮是小孩被成龙打的了，这一轮我们来看一下小孩能不能报仇吧。小孩这里是用八神的，没有上克隆啊，他上了八神。哇，可以啊，成龙这边是先抢到一个先手的机会，拿把小孩的气压射打的也是不要不要的，气压射手上已经损失了六个的血量了，还有四百血。那么目前成龙又是后跳飞机，八神战牵制小孩的前冲，那么现在又是扇子扔出去，小孩也没想到成龙这里又。小孩很生气啊，打别人不行，怎么打我就来劲。他不用克隆，用八神来打比赛，能给他3000的追加奖励啊。不是他不想用克隆啊，他想用克隆，但是有人追加他用，追他3000块啊，只要他用八神啊，就给他3000啊。倒不是他就是怎么。不想用克隆啊，他想用克隆，但是为了赚钱吧。这边龙哥有点不太妙了，八神还在，还有个库拉手底，重拳打满四段，也是龙，赵志龙，大哥，他怎么？龙哥被小孩拿下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